好的，各位，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视频。今天你可以看到有一点点不一样，是因为你注意到这些小朋友全都拿了毛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去校外参加国际学校联合的游泳比赛。哎，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 ？Kieran。你今天是准备去做什么？游泳啊，因为今天是游泳比赛。你今天是有什么游泳项目？自由泳和仰泳。你平时训练最多这两个项目吗？差不多是。你对你今天比赛有信心吗？非常的有信心，不知道要该是我们赢了还是别的学校赢了，我们一起期待一下。我们现在游泳课主要是以一种趣味性和多样性去结合起来，在那个上我们的学校的常规游泳课。我们周三到周五的下午，我们会以一个专业性的游泳课来给予到孩子的指导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曼校的游泳教练吴教练。今天我们会带20多个学生去参加三个学校一起的那个游泳比赛。这次比赛呢，我们高中组是 senior 那个组，我们会基本上包揽了很多的第一名。这些孩子的基础相对而言是比较好的，有了7、8年或者5、6年的训练基础，他们的游泳水平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，这也是他们长期以来坚持下来的一个效果。祝他们今天取得好的成绩，享受这个游泳比赛带给他们的快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曼校13年级的 Bowie。今天我将会代表学校去参加游泳比赛。可能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全能的选手，就是短距离、中距离、助攻。对， okay. 我主项是自由泳和仰泳，然后混合泳也会有一些。今天会参加自由泳和混合泳。今天我主要是游的是200项目，是一个是200米自由泳，还有一个是200米混合泳，加上一个接力。对，你游泳一直有多少年？就是从小到大一直在游泳。其实我个人，我接触游泳相对会晚一些，我大概是10岁开始游泳，学习游泳。对，然后目前大概练习了有4年左右。对，今天还是很有信心，觉得可以拿下比赛的。对，好 ，OK， 让我们出发吧。I'm Leah from year 9 and I study at Marcus Dinh International School. How many years since you started swimming and practicing? So from year 5 it's been about 4 years. Oh, so which swimming style are you good at? Freestyle, I'd say, yeah. So you're gonna attend the freestyle competition today? Yeah, I think so. Hello, 我是来自曼校的12年级的 Michael。对，我几乎是每天都有训练，就是擅长蝶泳。对，对，会代表学校参加蝶泳的比赛。有信心，我觉得应该可以取得一个好的成绩。我们出发吧。现在我们来的地方是深圳外国语学校湾区教育集团，反正有个湾区学校什么之类的。这个地方真的超级大，这个学校，而且感觉很新的样子，真的是搞笑了。因为在这个赛场上竟然有人在飞一个小的无人机，说实话这个效果真的很一言难尽，它真的很危险。掉下去最好是买了那个 DJI Care， 否则就直接狙了。说实话真的在这么小的场地上飞无人机，实际上看不到什么效果的。现在比赛已经进行了7分钟，马上就要结束了。怎么说呢，这我觉得是我第一次正式拍这种游泳的项目，它比我想象的复杂很多。因为游泳的原因，所以必须要使用200到300定这种长焦才比较适合拍摄这道运动员，准确说这些小朋友，而且非常嘈杂。我没有想到，因为这个游泳馆是个比较封闭的场所，所以它是非常的嘈杂的，因此录音基本上不像我这样贴着拍摄，就根本录不出来任何的声音。总而言之，这也是学习到比较多。对，今天 vlog 就到此结束。这个深圳外国语学校集团湾区学校看起来就跟小区一样， F2 F1， 真的太有意思了，而且挺新的。那边是足球场，小朋友，但是感觉小朋友不是太多，应该是没有下课。 The streets will glow